你像你原神打李元芳，你前期一定要注意了，不要被打得太难受了。学十字闪，不要学二技能，你会被他炸得很难受的，懂吗？河蟹的资源你大概率是拿不到的，不要贪。你两级没到，你贪的话，你会被他点得很难受。这个线我们不推，让李元芳去推。河蟹我们不要，给他了，他斩杀线太高了，我们根本抢不到。一上就抢，就被他白嫖了嘛。好，他在打河蟹，那我们打下大人，打下状态，你看，骚扰一下他，那是他失误了，我没想到。来，没事，往后拉，再往下一个十字闪，把那个第二个兵补了。我们现在我们打八一路拳，聪明一点，前期不要被压得太惨了，懂吗？拉一下，稳。如果他不给我吃线，我不学二，我学一，我强吃，我就硬吃线，好吧 ？OK， 你看他站位，注意他站位。好，他想上来压我，这个站位明显，近身，近收，啊 ，A。拉开 A 他，我不信你四皇大手，思路大于一切。原来你也玩原神，加号哪个位置？大大躲他一，躲一，好，他躲了，先出塔进塔，三 A 换位，和大刀一定要躲一，木压他一技能，懂吗？保护他一下，他要落地减速一下 A， 拉过来，思路，注意思路，思路决定上线，等下一波三技能的 CD A， 往后先退一下，不要着急，拉扯。拉扯，好，位移过来了，你死了，好吧，看什么鞋子 ，OK， 疾跑鞋啊，定身，击飞，起跳，后续，十字掌斩。但是这一波他很急，大招躲李元芳一技能，没躲掉，拉开，没事，已经很棒了。这波把亚琳先弄死一波了。还在就晃，抱怨身处黑暗，不如提灯行，对吧？你就这把真的，你就是你上路一个人优势出来了，队友跟着你这优势起来了。